不会生气吧？你想不想吃吧？想。那不就得了？讲了两年了，我奶奶没舍得吃，用你来抓，给你做个柴火炖鸡啊！走。你说你说，买嘞买嘞，啊啊，少活吧，赶紧再炖会儿，差不多就能吃了。你跟奶奶说实话吧。不用，本来在过年炖了吃的，她忽然不舍得了，不用管。再给她点钱。她年龄大了，花不着啊。那我下午去县城给她买个金手镯。不用买。必须得买。好好好好。干饭煮不的快。啊，盖盖煮的快。哎，好。好吃不奶奶？好吃，嗯，真好吃，好吃多吃点。好，奶奶又喝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